12月16号，贾乃亮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家宝贝小甜心的视频，还不忘吐槽一下老婆李小璐，说真的，我还是觉得爷爷奶奶带的好。视频分为前后两个部分，前半段是妈妈带的甜心，冲着镜头卖萌的两人也是美美的。后半段则是爷爷奶奶带出来的甜心，父女俩在视频里有趣的打假对话也是逗笑了一众网友呢。谁买的？奶奶。好玩。假的。是吗？热心网友魏大勋同学看到视频后说，爷爷奶奶带的很好嘛。贾乃亮也是回复道，你活跃的真像一颗高仿呀。更有网友精辟总结道，真是女神和女汉子呀。唠唠想说，甜心小姐，不管你怎么样，我们都喜欢你。芒果捞新闻，越来越漂亮的甜小姐，希望你快快乐乐长大哟。报道。